朋友们，订阅嘎哇奇瑞，开启铃铛，别错过任何影片。欢迎加入深度会员支持节目哦。今天的来宾是叶子哦，好久不见，胸部魔垮。因为之前有跟叶子一起主持，算是每一周都有见到，我现在一个月也见不到一次，对，见不到，我也见不到，除非是他们比如有节目或他来节目这样子才有机会。我还没去报名哦，本来正想问这个，我真的，我今天本来想说进不进，说后再问你，然后你现在就直接爆我料，然后是变成你讲，我才约你，真的我可以给你看记录，我真的有打算要约。是不是有心结？没有，我真的有。我说中庭啊，我今天真的是中庭就出来了。我说中庭啊，为什么？嗯，好讨厌的你。最近呢，叶子的推理频道7000订阅。喂，我这个期间是真的是用各种代价换来的，原本还列出我要倒立吃面，也是这种代价吗？对对，现在就是变成小丑台，我们现在就是尽可能就是我会订阅，我后来把这个目标换掉，我后来改成寇斯克林光头。没扣了吗？然后太阳拳，你们现在都是走光头路线是不是？女生就要走扣成丑男路线，现在 Twitch 丑男就要改成女装。然后七千是半开温泉台，还不是还是你是鱼缸跟泳池是温泉，还是你是就开一个温泉台，但你人不会在，就是一群大叔这样，还是开温泉台，还卷那个韩国的那种羊角毛巾，开温泉台，但是你穿羽绒衣在煮温泉台。好，我们现在在清水地热啊，我们旁边泡脚耶，煮温泉台。煮温泉蛋呐、啊，所以诈骗了吧？大家应该想退订。诈骗、欸，怎么会特地跑去宜兰呢？任天堂与德国消费者组织诉讼败诉，eShop 需更改预购退款政策。有，哎呦，任天堂最强法务输了，居然输了。我觉得游戏平台退款机制做最好的，真的还是 Steam。游戏超过2小时，你玩2小时还不知道你想要玩这款游戏吗？怎么可能？大肠面线不好吃，不要钱，你整碗都吃完了才跟我说不好吃。对啊，我是没退过款，是因为我不玩它就已经是我对它最大的防御，就跟我吃米干一样，在这边呼吁做假米干的商家，你们就是罪恶本身。不一样吧？如果这世界上有第八大罪的话，第八大罪就是假米干。傲慢、嫉妒、贪婪、色欲、暴食、愤怒跟假米干。日本的 Oricon 公信榜呢，上周公布了2021年日本发售销量前10名的漫画。哎，第二名是《鬼灭之刃》了，他去年是冠军。而且《鬼灭》的动画又要新片又上了，无限油锅。哦，是这样子哦。对啊，去锅玩也可以叫锅游啊。西游记不是去西边玩吗？不是，他们是去旅游去西方。如果是去西藏玩，就会叫游西记了。哦，对不对？锅是那个地名叫锅，所以油锅锅鼻子。对，一个上刀山，下油锅边。那这个第一名就是我们的就是开着的。虽然没有去年《鬼灭》超过8000万那么恐怖的数字，但是他也卖了3000多万。哇塞！真的很想要一次买3本，给你一个赞。为什么是咒术？东京万复仇者去年还没在榜上，一入榜就抢下季军的位置，销量突破2000万。哇！可是东万我真的有一点吃不下，因为我就一直会心里想说，就国中生、高中生这样，然后我就会觉得。對，有国中生在那边给我披外套，这样在那边讲 Maggie， 哇，还不赏他一巴掌。我觉得说，如果里面的东西啊，他全部都说他们20几岁，搞不好就没问题。不过暴走族的题材他们也很少，老实说也是啦。